这个屏本身就是有落叶的。我们开始清拆光，激动了。在那里打光电，就是打白电油，就是白电油，没有孔裂加。先用厚的卡片，先给它开个口，用厚的卡片开个口。再用这薄的，给你插。再来一个。啊，出来了。为什么用薄的？因为这个旁边触摸，这等一下拆出来，这两边是有黑胶。黑胶吧，它比较紧，用薄的话，它就不会断那个触摸。好，插这个地方就小心一点，就打了卡片进去，这卡片就是过进去。好，不要再过了，因为排线是在这个地方的，再过的话就会割到排线，就不用过，过。我再插另外一边。
这边一样的，好，这边不要过多了，就排线应该在这里这一块，不要隔了排线，隔了排线完之后，你什么线上其他的都会出问题。这里看看，可以开了。然后放的时候小心，最好是往前推着拉，推着拉，希望能跳好，这样超了，好。测试一下，哇，这边好痛！触摸都没问题。路也很这样，这个地方的，